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我们继续看《华严三昧》里面所讲的十波罗蜜。我们已经学了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，这个十度啊，一般大乘经里面呢讲六度，啊，讲到禅定的般若，华严把般若呢再展开为方便愿力智，啊，这就变成了十波罗蜜。特别是前面这个一半呢，它是有次第的，啊，也就是教下常讲呢，厚厚生于浅浅，好像我们盖大楼一样。布施是第一层，持戒是第二层，忍辱是第三层，精进是第四层。没有下面一层呢，就决定不会有上面这一层。啊，那么从这个地方呢，我们也就能够啊领会到了。那现在我们持戒为什么这么难？难的原因在哪里？我们旧的习惯习气不肯放下了，布施是放下了。啊，一定要把自己不好的那些习惯通通把它布施掉、舍掉，持戒就没有困难了。啊，这个道理是很明显的。啊，那你要问从哪里做起？啊，实在讲，最初方便呢，一定要从《弟子规》学起啊！啊，《弟子规》里面第一句，我们有没有做到？啊，有人来喊我们，我们是不是很快就答应了？啊，它上面讲的是举一个例子。父母呼应勿缓，啊，父母叫你赶快答应，不是父母也一样啊，不能说啊，只是父母呼我才答应，其他人可以不被答应，那就错了。啊，那你要问为什么？那《大乘戒经》里面讲的太清楚了。啊，戒经上这佛说的，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，一切众生皆是未来佛。这是教我们对一切众生要尊重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佛说话没有妄语啊。为什么说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呢？在六道轮回，生生世世啊，啊，我们是些什么关系啊？
总不出五伦的关系。啊，这个世间哪个众生不是亲人呢？不但一切人是亲人，这一轮回了就迷惑颠倒了，就不知道了。啊，如果自己的亲人轮回到畜生道了，啊，不但不知道尊重啊，还要把他杀了吃。佛经里头对这个事情讲得很清楚啊，人死为养，养死为人，生生世世互相吞啖呐，就不知道因果啊！你要知道了，你还能忍心吃众生肉吗？啊！但是这些事情呢，是现在的社会真的很不容易接受啊。只有对佛法啊稍稍有一点深度的切入，好说话了，说了他相信啊，啊能接受啊，啊所以对一般人我们有一般人的一种说法，所以法没有定法啊，无有定法可说。要懂得应机说法了，这叫善巧方便啊，就是十波罗蜜里面的方便波罗蜜啊。那我们要放下啊，这个是听到别人这个叫我们啊，我们很懒得去答应，这个是疏忽怠慢，是这个习气啊。这个习气不但这一层有，前世也有啊。前世的我们就称为习气啊，现在的人最娇生惯养啊，这种习气从小养成了啊。那么受过圣贤教育的，从小就教你啊，要把这个习气转过来啊。我们现在学佛的同学，中年以上的不少啊，谚语所谓江山易改呀，本性难移啊。这个习惯养了这么多年了，很不好改啊，有意无意呀就犯了啊。大概一般的学佛的同学呢，有意犯的少，无意犯的多啊，无意就懒散这种习气啊，这时时刻刻提起，这很小的事情 啊。那么人家一叫我们很快就答应，这是什么态度？对别人尊重，你说是不是？对别人的礼敬，那就从这里表现嘛啊。叫你好几声还不答应，这个就没有尊重啊，没有尊敬啊。啊，你怎么样能得到别人好的回报呢？那不可能嘛。你对别人怠慢呢，人家对你更是怠慢。啊，所以古人讲得好啊，啊，敬人者人很敬之，
啊，你尊敬别人，别人尊敬你。啊，你重视别人，别人重视你。你怎么对人，人家怎么回报？这非常现实。啊，所以古大德才说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啊，外面没有毛病啊。啊，你看六祖在《坛经》里面讲的多好，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他人过。啊，说个实实在在的话，别人没有过失。啊，别人有过失，就是自己的过失。我自己没有做好样子，让别人学坏了。你要有这个理念，你要尊重这个理念，要好好的保持这个理念，你这一生有成就啊，无论在学业、道业，都会有成就。啊，你能够突破许许多多的难关障碍，啊，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很好：“得道者多助。”道是什么呢？道是随顺心德，把违逆心德的念头、言行啊，统统放下，啊，随顺心德，心德纯净纯善，啊，心纯净。行成善呐，啊，这得道啊，谁不欢喜你？谁不尊重你？因为你尊重别人，你欢喜别人，啊，你也乐于帮助别人，别人也愿意帮助你。这得道者多助啊，道理就在此地啊。啊，所以他这个四个字，是我们学习不能不了解的啊！首先要放下啊，然后你就自然就守规矩了，把不守规矩的那个心放下，那么你就守规矩了啊！不能守规矩的心，这个大部分都是懒散。怠慢啊，大部分这都是这个毛病啊。这个毛病看起来小毛病，殊不知小毛病累积久了就变成大毛病啊。你自己不知不觉，别人看到你很傲慢呐，哎，你自己没有觉得。那傲慢的人说，谁也不愿意接近你啊，对你怎么样啊？有修养的人对你敬而远之啊，没有修养的人根本不理会你，在背后还得要批评你啊。那么你无论是事法出事法，自然障碍就多了啊，没有人愿意帮助你啊，所以啊，事法出事法要想成就，没有别的，把自己修好啊。那么这个社条就是佛教菩萨修行的课。啊，能持戒，就
就是能守法，他这个就能忍。啊，不守法的他不能忍的，能忍才有精进。啊，那我们这个世间人说老实话，每一天求进步的人不少，他那个进不精。啊，有一些修行人，我们也听过，也许有些人看过，啊，很精，但是没有进步。精跟进配合起来很不容易啊！啊，精是什么呢？纯而不杂。啊，你说我们学一门深入，啊，这是精的，但是没有进步。啊，有些人学的有进步，但是不精，这不纯。啊，这种现象，你就稍稍留意一点。啊，很普遍的，你到处可以见到啊。啊，那么这两种方法，就是精而不精，精而不精，都达不到下面一个目标。下面目标是什么呢？是定，达不到。啊，要知道定是大乘法里面修学的枢纽啊。啊，那么你就晓得施戒忍禁，在三学里面，戒定慧三学通通包括在戒里头。啊，施戒忍禁都是戒学。啊，你看呢，因戒得定啊，因定开慧啊，啊，慧开了才能解决问题。啊，那么从这个事实真相里面，让我们学佛呢有个很深的体会，世间法有很多真有功夫啊，修行很得法的啊，能够达到四禅八定。不错了啊，他能够生四禅天，能够生四空天，就是出不了六道。所以四禅八定叫世间禅定，不是我们这讲的禅定。啊，那么他既然能够达到第八个层次这个禅定了，这个世间禅定了，为什么不能再进一步呢？问题就发生在这个镜子上。它有金，它不能进步了。啊，这个四禅天、四空天，它确实很金，啊，很纯，啊，它没有办法再提升。佛法里面讲的禅定最低的是九次低定，啊，他们有八定，再爬上去第九定，那才是佛法讲的定。啊，那么四禅八定在佛法里面呢，它不叫三昧。啊，三昧跟前面跟诸位说，三昧翻成中文意思就是禅定。啊，叫正受。啊，那他不是三昧是什么呢？世尊讲得好，四禅八定叫舍受。啊，你看了六道里头众生呢，这个受有五大类，苦乐忧喜舍。啊，身有苦乐，
啊，有这两大类的是我。心呢，有忧喜。啊，如果这身没有苦乐，心也没有忧喜，这个境界很好啊，这叫舍受。啊，佛不叫它做定，叫舍受。这舍受跟定的境界很接近。那为什么不叫定？定是永久的，不会退转，舍受是暂时的。啊，到你定功失掉的时候，烦恼习气通通起现行。啊，所以四禅八定呢，不能持久，不是永久的。啊，三昧是永久的。啊，四禅八定不叫禅定啊。啊，要叫禅叫世间禅定。啊，不是佛法的禅定，不是出世间的禅定，他没出世间。这个世间讲六道轮回，他没出世间。啊，所以这个不能不知道。懂得这些原理原则，那个修行的路啊，我们就明白了。啊，那我们怎么样做法呢？既要纯，又要进步。啊，那么这个就是，实在讲是，我也是很多年在体会到，老师教我们的。啊，我这一接触佛教的时候，老师叫我看破放下了，放下就进步。啊，好像我们爬楼梯啊，放下底下这一个阶层，你才爬上去第二层。啊，我们现在这个讲堂在十一楼啊。啊，你放下第一层，你才能到第二层；放下第二层，你才能到第三层。所以放下就进了，不放下执着就不会进。啊，就没有进步可言。啊，所以放下是进，看破。是金啊，看破怎么你就不杂了啊？所以看破放下了，他这个里头就有精进的意思在。你放下没有看破啊，你有进步不纯啊，你很纯，看破了，你没有放下，原地踏步。没有法子再前进啊！这些道理，你看，这个言语上很简单啊，术语很简单，意思深广无际，没有边际啊！修道用得上。在世间做学问也用得上，乃至于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用得上。你真正要想过圆满幸福的生活啊，方东梅先生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，你没有看破放下，你得不到啊，怎么学也学不到。纵然遇到高明的人跟你讲的时候呢，你听不懂。啊，要怎样听懂呢？真的放下了，真的看破了，真懂了。啊，那么你这个境界不断向上提升。啊，那叫真精进。啊，所以我这一生非常感激张家大师，他教我的这个秘诀。
啊，这个秘诀就是四个字：看破放下，放下看破。啊，这一生当中得大受用，啊，往后受用无穷无尽。啊，那就是说我们今天看的还不够透彻，放的还不够彻底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没有入如来境界呀。啊，我们今天是少分呢，还不是多分呢，少分其如菩萨境界。啊，我们很清楚方向目标啊，正确了。啊，有能力。不受外面境界干扰了，啊，这就有一点小小的定功了，啊，那么这个定还是属于世间禅定，啊，还没有到真正的三昧，啊，到真正三昧，智慧就开了。换一句话说，还要放下了，连放下也要放下了。哎，这些原理原则我们都懂。啊，毕竟这就明了了，自己不是上上根人，上上根人像慧能大师，上上根人。啊，一接触之后，他就彻底放下。当然我们现在晓得慧能大师不是一时有的，过去生生世世在这一生当中我们看到他成熟，啊，那我们的修行也清楚，也不是这一生，也是过去生生世世啊。啊，在佛法里面修学一世接着一世，这才有进步。啊，有时候我们想一想，这一世接着一世也挺危险的，万一迷了怎么办？万一没有人指点怎么办？这个我们读般若经里面明白了啊，诸佛菩萨了真是大慈大悲也，让我们感激不尽啊。你没有大彻大悟之前呢，那叫小菩萨啊，包括我们华严经现在所讲的实性位的菩萨都算是一般菩萨啊，这些菩萨生生世世修行确实邪路很多啊，谁去照顾他呢？诸佛如来嘱咐那些大菩萨时时刻刻了要护念这些小菩萨，我们想一想也很有道理啊。啊，所以这世俗人情嘛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啊，这些大菩萨常常照顾这些小菩萨，路稍微偏差了，他就会来帮你纠正。啊，到纠正之后，你才会想到，哦，这个是三宝加持。三宝加持就是菩萨在照顾我们啊，只要行正，行正这个非常重要啊。那么就印光法师讲的话，
净。啊，这个是我们想到自古以来那些大善知识啊，选择传人啊，传法的弟子啊，学生很多啊，怎么个挑选法呢？啊，一定有个标准。啊，在世间，古代这些帝王，在中国可以说，从尧舜禹汤一直到清朝末代帝王，啊，他们统治这个国家，一个人管不了，这个国家太大了，人太多了，需要找很多帮助他管理的人。那这些帮助他管理的人呢，就是他的干部。他用什么方法选他的干部？啊，我们在古籍里面读到啊，他们选择干部是两个标准：孝廉啊，孝子，他就会忠于君王，忠于国家。啊，廉洁，他就不贪污。你看看，自古以来呀、啊，这个历朝历代呀、啊，这些我们现在讲公务员呢，哎，他选拔的时候就用这个做标准。贪污有没有？少啊。啊，这个好的官很多啊，贪污的人毕竟是少数啊。那么现在公务员的时候没有这个标准了啊，而考试什么呢？以你学历为标准啊，以你的技术能力为标准，孝廉两个字不讲了。啊，像这个公司里面用人很能干的人，很有才干的人，别的公司来挖掘，来跟你谈，你在这多少待遇，我可以多给你，他马上跳槽就走了，跳槽就是不忠啊，贪图那一边待遇好的时候，这个是不义啊，贪心的啊。在从前跟这个老板跟多少年，其他人要想的时候串通的时候拿高待遇的，他不接受。为什么呢？我对不起老板啊，绝对不会受啊这名利的诱惑啊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知道那是孝子。啊，所以现在的社会不忠不义呀、啊！啊，不忠不义是原因是不孝不廉呐、啊！啊，那么一位大德，无论是世间出世间的，啊，要传道。他在弟子当中他选什么？他有标准，不是没有标准。印光大师常讲的诚敬，这个就是他选择的标准一个学校老师
尤其是资历很久，教过几十年书，接触许许多多的学生，接触人多了，他就会看人了，啊，看你有几分诚信，啊，真的能够具足诚信，而且又能知道你有谁有笑脸，再加上诚信，你可以传法了。啊，所以笑脸是基础，那个德行的一个基本，加上诚信，就会传法。啊，这就能传法了。啊，为什么？印光大师讲得好，啊，这学问之道啊，儒释道三家是大学问呐。沉船要靠真诚恭敬，啊，没有真诚恭敬怎么样呢？你不能吸收。不是老师吝啬，老师全盘给你了，你没有接受我，啊，真诚心恭敬心，老师做的老师讲的你才能有体会，啊，每个人真诚心度数不一样，所以每一个人体会的浅深不相同，啊，但是没有错解。如果不是真诚心，有挟取心，啊，我们讲有虚荣心，有傲慢心，那往往听老师讲解会曲解，啊，开经记里面讲愿解如来真实意，他就做不到了，他怎么样呢？悟解如来真实意，去解如来真实意，哦，这种人我们看到太多太多，啊，扭曲了，啊，所以真诚恭敬是入道之门，入德之门呢，啊，那真的是一把钥匙啊！啊，我们要想真的在学问上成就，啊，在佛道上成就，那你这两个字是要具备，还加上前面，啊，这就四个字，啊，孝廉诚敬。你没有不成功的，纵然没有这一生没有缘分遇到善知识，啊，你可以做古人私塾弟子，就像孟夫子一样，啊，孟子一生没有遇到高人了，啊，他以孔子为老师，孔子过世了，不在世了。孔子的书在呀，读孔子的书，他体会到孔子的意思，啊，就是他能解孔子真实意，能依教奉行，他学得很像，啊，所以今天讲到儒，你看都讲到孔孟。啊，孟子是孔子的继承人，这我们大家公认的。啊，没有说曾子，没有说颜子、颜回，没有说。啊，说孟子，孟子跟孔子没见过面，这具足了孝廉诚敬。
那么做身做心关键不在外头啊，关键在自己本身啊。本身这四个字有没有记住？这四个字记住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，除非你不下去啊。如果真有这个愿望，习身习贤，希望自己做圣人，希望自己做贤人，那你就没有不成就的啊。那么这四个字别人帮不上忙，必须要自己去做啊。老师帮不上忙的，老师总不能说哎呀，你要用真诚心尊敬我，但是怎么能说得出口呢？那连做父母的都不能要求儿女啊！哎呀，你是我的儿子，你要孝顺我，也说不出口啊！啊，所以这需要教啊，狗不教心难迁呐，要教啊！那什么人教孝呢？老师。第三者，老师教学生孝顺父母，啊，那尊敬老师呢？是父母教儿女要尊敬老师。你看呢，两方面教啊，啊，教礼，教敬。那是两方面通通都教啊，只有尊师父母教啊，孝顺老师教啊。古时候教用身教，不是像现在，所以现在非常非常困难啊。我就是从小上私塾，在七岁的时候啊，私塾离我们家大概一里路的样子啊，不太远啊，是个祠堂，现在这祠堂都不存在了啊。我父亲带我去上学啊，带了礼物，这礼物是送给老师的，速修啊，啊，那是私塾啊，啊，祠堂的大地就暂时做了礼堂了，啊，当中供了有个很大的牌位啊，我在没上学的时候也认字了，那上面几个字我都认识啊，大臣至圣先师，孔子之神位啊，那个大牌位。进到学校啊，老师出来接待啊，接待我父亲啊，我父亲就带着我对孔老夫子行最敬礼，三跪九叩首啊。拜完之后啊，我父亲请老师上座啊，老师坐在孔子牌位的旁边啊，我父亲带着我对老师行三跪九叩首的礼。这是干什么？这叫小孩尊师重道。你看我们的学校啊，六七岁的小孩看到父母对老师三跪九叩首，亲眼看到，跟在后面磕头，对老师还敢不尊敬吗？这样教的呀，不是说你对老师要尊重啊，那个效果很小，做给你看啊。你看父母对老师这么尊重啊，使我们在一生当中
不敢不尊重老师。现在这个教学法没有了。所以从前教书很清高啊，真的是穷秀才，没有钱了，但是他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地位啊，无论什么场合，这个宴会当中啊，首席一定是教书的夫子，请夫子上座啊，不像现在的时候，一般大师官阶最高，或者是有很大财富的，哦，他们都是做首席的。从前不是的，哎，从前是穷秀才做首席，做首席的。这是什么？尊重文化啊，就是尊重道德，尊重伦理，尊重学术。他从小教啊，啊，就现在这个学校，你是学生怎么会见老师？啊，父母没有把老师看在眼里，就不尊重。啊，做父母的人认为什么呢？跟学校跟老师啊，就像商业买卖一样。你这是贩卖知识的啊，我是你的顾客啊，我花了钱，你要还你得好好教啊。学生不满意，回去对于家长说的时候，家长还要来责备老师，还教训老师。老师如果是处罚了学生啊，还要去告状。你说老师怎么教学生啊？从前老师对学生有体罚啊，最平常的罚是打手心、罚跪，这我们都挨过啊。我们受了老师处分啊，当然了，脸色也很难看。哎，有时哭哭啼啼回了家了，啊，家里父母，啊，问怎么回事情，被老师罚了。到第二天，我们父母一定是带着礼物去感谢老师，谢谢老师管教。现在这个风气没有了，这小孩怎么能教得好？那么这些通通属于在我们这讲呢，就是世界人间，在三学里头就是一个字，戒学规矩啊，都要遵守啊。啊，家庭里面懂得规矩的啊，长辈啊，祖父母都疼爱小孙子啊！啊，小孙子如果犯了过失，他的父母要处分他。那小孙子有依靠啊！啊，这个事怎么办呢？做老人的赶快回避！啊，让他能体会到父母的尊严。啊，你要是溺爱袒护的时候。那将来这个小孩的父母没法子管教，这个我们在这看的好多啊，这人家家的事情我们看到了也不好说啊，知道是做错了不能说啊，就在讲经的时候，讲经说的时候，你听到你自己去想想去。所以古人呢、啊、真的言行举止都大学问呢、啊。
啊，简单的一个动作的时候，你这个大道理在呀。啊，我们今天讲到精进，啊，精进过去讲的很多，啊，像这些地方的时候呢，那都不是注解里头有的。我们在此地把它补充进去啊！啊，佛给我们在经教里头都是提个纲领啊，里面的细目无量无边，都要自己去体会，都要自己去发现。啊，佛给了我们一个线索，根据这个线索，你会发现许许多多的宝藏啊！啊，像寻宝一样啊！哎，你自己会找到。啊，所以根，记住，孝廉、沉静。啊，这四个字，一个就是四个，四个就是一个，任何一个字里头，一定具足其余三德。啊，它是一个整体。啊，那我们自己亲身的体验。啊，我在年轻的时候，啊，在台湾遇到三个老师，没有人介绍我。啊，方老师是我们听到他的名声。啊，是在台湾最著名的一位哲学教授，我们只知道他是当代的哲学家。啊，提起来没有人不赞叹，不尊敬的。啊，那么听说他桐城人，那桐城人同乡嘛，那就写一封信。啊，写一封信，自我介绍。那目的呢？想到学校旁听他的课。啊，那我还有一篇文章，啊，那个时候写的一篇文章，寄给他老人家看。啊，自我介绍。啊，这个信有效啊！一个星期之后，他就给我回信来，约我到他家见面。见面一谈的时候就约定了，每一个星期天到他家里，啊，给我上两堂课，不让我到学校，告诉我现在学校，先生不像先生，学生不像学生，他说你要到学校去听课呢，你会大失所望。啊，当时我们不懂。学了十几年之后啊，我们才恍然大悟啊！啊，到学校去听经，他不费气，不费力气啊。他每天每一个星期两个小时给我，他要单独给我讲上课啊。我们是那个时候生活非常清苦啊，待遇很微薄啊，我对他一分钱的供养都没有。他对我这么爱护，那凭什么呢？现在想想知道了，啊，凭我还具备这么一点点少分，孝廉沉静，啊，我写给他的信，毛笔，公开写的，啊，哪有像现在呀？现在你看。我每天看到很多人给我写信，那个字都潦草啊，有很多字我都不认识啊。啊，如果我当年也是这么潦草、随随便便写的，那个老师顶多说：“好，你到学校去旁听去吧。”
真的是这样的啊，我们对他真的是恭敬啊，那他见面谈谈那就不一样了。啊，所以那个见面就等于面试啊，考试啊。啊，考什么？就考这四个字。这四个字你能答多少分？啊，孝能答多少分？廉答多少分？啊，诚答多少分？敬答多少分？那都及格的时候，真的他就把你选作传人了。啊，虽然他一句话不说，以后我们恍然大悟。啊，那么你看我见张家大师，啊，最后亲近李老师。啊，李老师是有人介绍的。啊，凭什么？我今天把这个话说出来，哪一个人具足这四个字，都是圣贤的传人；不具足这四个字，孔子释迦来对你也无可奈何。这个道理要懂啊！现在时间到了，这一堂就学到这里。